莉·克莱森看起来就像一个邻家女孩，但她的嗓音仿佛天籁之声。American Idol 嘅成長，因為我好中意睇 American Idol， 咁佢就係 Season One 贏出嚟。嗰陣時，因為佢初初唔係熱門嚟嘅，咁佢慢慢即係由一個冷門變咗做熱門。咁嗰陣時好開心，佢贏咗，咁所以一路以嚟都有留意佢嘅一舉一動，咁亦都有聽佢歌，咁好開心啦！即係終於可以live 咁聽佢唱。我知道佢即係唱歌唱得好叻啦，咁嗰陣時參加歌唱比賽，咁所以就有留意佢，咁有聽佢嗰張唱片，咁我覺得佢唱得好好，咁未睇過佢 live 嘅演出，咁難得有機會喺澳門睇到，所以就特登過嚟睇佢。凱莉的表演令觀眾興奮不已，2小時連續不斷的歡呼聲，佔據整個金光綜藝館。